各位网友好，呢条片就研究下刺杀安倍晋三嘅山上彻也嘅动机嘅。咁睇新闻呢，就讲到佢系不满安倍晋三同某个特定宗教团体有密切关系嘅。我又首先强调，本片同以上嘅宗教网站无关嘅。咁我就搜寻咗好耐啦，上网终于揾到啦，安倍晋三。就是有四个宗教势力支持的，加倍一些神道教啊、日本会议啊、佛教啊和统一教会的。而上网呢找得最多呢就是安倍和统一教会的关系了，所以很大机会是统一教会。至于统一教会是什么呢，大家上网可以看看了。他自称相信耶稣，但是又不是很重视圣经的。那顺带一提啦，其实真正相信圣经的人都知道啦，耶稣说他的门徒不属世界，正如他不属世界，同埋这个世界呢是受撒旦了控制的，真正基督徒是不会参与政治的。好啦，如果大家上网想知道多啲咧，可以去 jw.org 嗰个网站搜寻一下啦。本片同嗰个网站系绝对冇关嘅，有最新嘅消息再同大家报道啦。再见。